压冰豆丝来比起，冰椰菜改怕烤冰，回到门堆切酱饼，走不走进加维天。平地生活真心，各位孟姐好，欢迎收看《天天学生活》，招我咩来到刘南街？吉伟天，我是做天堂之乡，我是永吉。最近第一招每只呢是企鹅海来挂，是啦，吃久人啦，通识唔使惊。吃久人会错的。好，于是啊，我本起怎么呢？那行又远来吃诶，东山的每只。那小只这站呢是来到东山个潜泉每只。东山的每只会食在啦，有乳鸽、杏仁饼，拢是学出名个。一道八口学者山呢，上来去响应文化大餐。红头子，东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胜，也是中国民族革命艺术家者孙东山先生的故乡。只够学者纪念孙东山先生的两本经典，比如《孙东山古歌》《孙文公风等等。来到这个，接不了继续在文化的水里。不过，咱做的是只大学的每只呢？卖紧张嘛，我叫小只出来拢硬有好只，啥物啊？你看大咩顶顶个，只起主角就摆到这个，我手力拢挂好啊！我呢，考到这声，会是光亮啦啦呢？而且这个主角哦，伊个大手只有手指这大点，啊，真味道就生硬呢。开动，眼中的直道只起主角，色泽金乌，配色又亮，会显又嫩，是东山爱特色每只组织。姐姐啊，真的是毛在骨很香哟，就是爹爹狂野。哇，你看哦，臭嘴杂，唔是伊哇，虽然他是大好街大鼎，好大影响，有影了砸过，但是伊跳出来个是臭汤杂，确实是骨香。你的胖那是属于强胖啊，你人快啊，一早来要甜嘛，甜那是酥脆，你其他甜粉是属于假干的口感。你讲咩噶？哇，真你袂呆咩？很有嚼劲，然后捞出来好炒下，汤汁也是会些胖。虽然它是炸过，但是吃起来袂个滴偏油热，变作是叫汤汁将那个滴会些起点，会些有起沫。哇，香啊，正啊！啊，卖神卖神，只要够吹杯杯，只要卡头只，只要唔记得这边话嘅，苍天负责任。阿秋哥，秋哥，不好意思，我吃的太……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因为太丑太好吃了。石岐乳鸽它会这么出名吗？乳鸽这个品种呢，它的来源也比较特别一点啊。据说呢，以前有一个华侨。他在美国那边生活，后来回来的时候呢，把那边的鸽子带回来了，跟这边的本地乳鸽杂交之后，生出来的这品种，比较特别一点，它的肉质啊各方面呢，都比一般的乳鸽呢会好一点，所以呢，这种比较特别的这种品种，我们就用这个地方名叫乳鸽的名字。这鸡乳鸽的制作，直播是菜出生半月大的红椒，卡大力接五到七龙，卡所有的无蓬头，得了红椒的选择有香饮鸽之外，是一炸鸡骨贴也骨冻油，最满的边正饮鸽的选出，特别的制作方法，也成就这些力道经典的每只。吃完起定骨的，你来吃，属于对小鸡，那脆力味。现在呢，先去那边去做做挂壁，逛也不当来踩。哇，现在吃到就好几种，这你也是呢，说全套呀。哎，你在看什么？我在找脆肉饭啊。脆肉饭。这么多哪种是啊？哦，这种脆肉饭大了。这种啊？嗯。看不清楚哎，可以捞上来看吗？哇！啊、好生猛啊！是啊。哇！这么大只、啊，这么大一条鱼，要怎么吃啊？我们可以做一鱼六味。你说做六味我是吃不了啦、啊，你可不可以做两个比较经典的？我是可以啊，帮你做两位经典点的。啊，这大只条吹力味，到到世界卡桥平之最，可以引进出河灯吹能九音吹永谷，四十吹河南，白只河杯顶顶的每味佳肴，其他比较经典的是摆碟每激吹力味加河衣。夹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很不一样了，我感觉那个肉很硬，很脆哦。哦，我无法相信，我是要夹河那，你看那是熟了啊，感觉叫我夹遐
只要那半夜是烧完，开气是烫就去了。你们叫何坡啊？倒先生，哦，无个叫吹力喂，你那些那是在这吹就烫噻，袂毛，会是特别个那只。吹力喂，不会是薄人力，口感比较粗，比较适合做做合衣。那些不会合衣啊，外表是会些光顾个嘛，个只个外表是皮肤嫩乌，你搞好讲呢？会是有烫噻，而且恁买硬来先生，你会晓得讲力啊？只要你出就是口感粗粗的嘢，和那个感觉，你个一度落一个温水个胡椒，所以个并不先切出。那为什么这个肉丸呢，吃起来这么有弹性呢？因为我们这个肉丸呢，就全手工打的，说比较浪费时间，比较发功夫的。和那个机器出来的打了就没有完全不同的。本身它的肉就已经是很脆了，再加上手打，所以出来是非常的弹牙。热气所介绍的菜，也就我爱天天喝水话，那再一点介绍冬笋的美食。潮流万变，清纯不变，源自凤凰山脉，深层山岩取水，王太兴矿泉水，天然如初。甜好味，老板，接下来请上今次的招财嘉宾林伟泽，来接下欢迎。大家好，我叫林伟泽。伊只可能十外岁尔。十九。啊，即伟泽目中要从事什么工作呢？我是老读书。我老读书。落地学校落桥下。落山头戏剧学校。我唱戏个呀，春香当当当，万铃咚咚咚，哦，孤王拍松香，这句莫真念个，乱耍哩，真念个莫耍，没有。哎呦，我想真念了，莫想真念，哎呀，弄白嘢啦。啊，今日主干是什么个行当呢？学生，学生，哦，年纪高就有点古了啊。两三年了，两三年了，你初中毕业走路去读，是，今日是因地哒，过去花别家，你去读也是哒，是当时读毕业，初中毕业的时候，读升大的时候，因为我喜欢，所以升大了去个学校，也升大了戏剧。你是当时就喜欢吗？是，戏剧然后是因地，你个爸爸妈妈或者人家公公妈妈影响，小家子人影响，我冇，请我只眼喜欢的，是吗？哦。现在就学人滴噶啦，就袂搭。现在你都喜欢别个，那现在你听到了喜欢摇滚啊，喜欢流行。其实传统文化那主动去喜欢东西比较少。好嘛，陪阿乐个别个来请。那是做你喜欢这个呢？就是唔知做你分享，就是过年过年。当阵时了该你别个过吼。当阵时岁岁咯，都对阿老公的时候一定要听，所以然后也是。难道夹脑子？突然间就夹到。所以我是有将背影响啊，是喏，就是氛围会动摇嘛。好啦，一今天爱讲多那个一道菜是什么？脆皮生点的，脆皮哇，生点的。咱介绍一下材料哈，来，我讲。就是红瓜红，番茄，豆奶，加白糖，番茄酱，卵，加这个白半个温水个芹菜。呀，这个豆奶是有特别个部位优秀个不呢？不呢，咱豆奶正先选一个用辣个就好。简单不过拿白了哈，哦，所以你也不会闷到半夜多啊。不会冻的。好，老简单来介绍一下，究竟这道菜的具体操作步骤怎样安排，好吗？好，来布置点。个炖肉上来做。先处理个炖肉。然后的剥做，接起来这样剥剥，做要宽。啊，是大块的，要稳健个件，卖沉沉脆脆的声音。炸落去，再炸落焦。哦。便宜有有薄了个，你看一节子。其实呢，又是买错钱水呢，错坏掉。依家呢，相对来，但是有纳只高钱，是吧？重噶，不然真僵。然后来开两落，来用个红锅。冷清。你将拎呢条面落面啊，点先落盐嘛？落力盐就好咯，因为它系做生煎噶嘛。哦。你应该是那个红锅红嘅，就是能说买折红咯。是。用折红冇米花吗？卖米花不？即个，迄个出来搞蓬蓬牛牛，即个不？哦。白老师，水个含工，咱是不是先切生起来？那行多些，行多，那是不是先
就保公司的性格就是你来往啊，伊也属于，伊也克，伊家己家克掉，属属是私的性格克掉啊。是啊，属私性。那他老早无已经好了。那如果毕业之后，老师甲因为哪一职业本来选择了，就选择什么干呢？我跟爱。只要多职业。多职业。嗯。做到英文好，做英文好，真系啲。即系冇老师，老师是英文，冇等先系师咯。老师系先，老师比较恶。但是毕竟啦，老师需求是，你嘅需求是比较高嘛。你毕竟教书啲做酒店啲做吼，所以总是有要需求。因为你叫脆皮嘛，就是那里夹出已经脆啊，脆是吧？那油温要够干。好，现在呢，那就再把油温加干。嗯，你来复查。嗯。我本身即只车先落啲热水，跟两克水，即阵是半个毛饼炸，可能唔止炸有三次。唔会啊，跌差不多跌三次，跌三次起。迄个怎么感觉依家是大家嚟要 Q 会较酥哦？哪啲会轻轻两句话咧？哦，因为现在你已经炸好了，就很紧。这段来做这个生点，生点啊。本身呢，所以通过炸最早呢就可得过。是。即如果呐，有粉来料的，如果粉来顶落，应该是袂毛的啦吼。是不是有奶奶落紫餐，伊个只咸呐有点稍稍的口感。所以滚起来就可以了，是吧？是。即是伊滴会到体脚那什么，对到这个内表面个，是吧？如果那无些体脚最最卡在，从你解放前那就会不舒服。你夹到是硬个。嗯。不过很耐嘅，睇我就可不用个炸出来个手脆嘅口感，只落去剥佢。来，真心感谢那个嘉宾，我来个脆脯的生点呢，为了保证这道菜个品质，麦破坏伊软，那么形象形象，所以呢，白粉是从请嘉宾点评走这只。这红豆苗。即刻就请大家起来吃好嘛，来，大家来试一下。味道可以。但是我明显多，明显脆。最多我是咸水个脆个感觉。哎，明显脆。哦。要生冷也是适当个。你嚟那个呢腌制时候，个要落定去腌。哦。所以就会胖。以前系说呢姜胖，一胖会胖，以前就会姜，咁会瘦，还是会瘦。好啦，因为大家呢吃了也评价了，如果呢刚才是敏感的声音了，落去听专家的声音。官方个声音。好，有请本期个嘉宾。就是也就才平桥高级技师，智能度假村行政总督阿英勇英老师，来大家真心欢迎。大家好，英老师，恁来到台已经同了高界几十几天了，听大家接入这个评价，呀，如果那从几十几天，再加上大家这样个热口感，你觉得这道菜可以肯定是什么？要可以到地方面来改进呢？我跟你想肯定就是阿弟有点兴趣，非常冷冷可贵。到伊只个年龄层个，有病之生个脚步超级，比较要踏实个，比较要顺畅个，去完成这条赛件个制作。袂得，好成啦。我确定那伊面搭恶溜来参加先个时段，做种有操练个，是吧？但是心落走，确实是真生。但是作为这条赛件，我认为呐，好改进个，有挂个练。内间呢，就是只个风落拍个时候，麦克顺应。红果红，因为红果红，那是伊家比较有能力，你只菜羹是大家熟脆啊，所以可以选用这个前面部呀，三红啊，三红，即是这个这个红的选择。那么刚才有这个嘉宾伊人到城市的时候，讲的呐，只按嫩薄面皮，所以只要嫩了点卤油，点你一味，加点你豉油，规粒羹腌啊，落去卤伊一味啊，那我有加一个分享呢，就是。生菜了之后啊，你这个汤汁啊量还是过个。既然你是靠了那几个菜羹爱倒落去顶对捞走个，那么你这个
汤十八两，别包到福建吉。嗯。啊，基本上这些菜羹，如果是按老老个炒炒完起来吃哈，那过来加料，只对综合帮到从脑汤丝个汤汁就可以。哦。那是各方面可以改善。好了，再次感谢啊，伟杰。林老师呢，我咯，那我对吹过啊，这个栏目组该肯定呢，就应该是有实际行动啊。实在真唔知啊，为了提供呢是广东洋汤食品有限公司提供嘅九高苏宁末叠山超前，以及那个红玫瑰酱油一方。好，再次掌声感谢伟杰。今日最后是唔是唱老古歌来结束？日期节目都快唱。够久未唔记得，我唔记得这件事。来来来，来老古啦。我刚啊。就是什么曲目啊？属于那整下头嘅加菜之后嘅播嘅。哦，是算到连更嘅，连更嘅事。哦，好啦，感谢啊，伟仔，谢谢啊。哦，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本期嘅《节目天》，我是方志文，来大家老朋友了，就是第九期高级技嘅下头嘅，第九期朋友高级技师。今天大家参加亚正众多啊，英勇英老师来大家介绍，欢迎。英老师，今天我带来菜街呢，那是客家澎湃，拖着就是一座大菜的感觉。直播就挂石大把石啊！写我学你。爱做什么菜？那今天教大家做个香辣。哎，然后香辣，以前那应该是米碟，就那喜欢的口味，就是那喜欢清清淡的。是湘菜，那加卡，因为这南竹呢是也那当地比较有传统的菜羹。哦。是之前之类的菜羹呢，也可以那是糯菜羹合作，主要是糯多个制作完成，这个南竹呢这个完成呢，那已经是这个菜了，已经是菜了，已经是这个菜。真的是把这个菜炸来换口味。对啦对啦，即系黄头皮，请一件衫落去先咧，是吧？改改变你，所以就饮食也是，其实我那阵咧无咁明显嘅哦，烈酒菜啊，什么香菜是，用咗一罐汤嘅料，急料急料，下啲醋能要好功夫，是是是，先生，好，今日介绍就系咱所研究嘅材料，如啦五花肉啦，五花肉，然后冬肉是吧？是，啊，之后咧就是那个，即系即系菜节，菜节，菜节，啊，即系。生呢，生涛，啊，伊个只个脆节，一是好肥啊，新鲜啊，是吧？如果是直接就是好食啊，直接真好食。如果是有喜欢食有咸个羹呢，你可以落子来加个讲，能有咸嘛咸节薄，或者是加个啲咩火鸡落都可以。只个咸香就是打。咸紧啊，但系是香味香。对啊，英老师说，但你做但先嘅对咸永春啊，味羹都要学加咸食要啦。即系落有炖烤。是是。你只係菜羹對主要特特殊嘅調味品呢，就是那用腐竹汁加啲一個啊紅腐竹。紅腐竹啊，因為你仲要多多用夠腐竹汁呢，伊有個食，但是冇個味啊，唔夠味。好，一落緊啊，具體教大家做啲嘢手勢了。只係我揾呢做處理嘅時候，大家攞一個有三張嘅，有三張嘅嚇，你要對配啊，對配啊，做嘅時候呢，賣夠卡位。唔係有溝骨薄啊！依家聽下就有溝感。誒，然後想諗，就諗非常感恩嘛吼，所以呢，諗時呢輩在拜祖，拜祖掉條沙山，跟住拜刀力啊，跟住刀力殺力之後呢，好叻啦，正正做法，好冇？非常適合，叻了，因為學人難去拉完啦，個刀力拜條走，哇！諗只唔係對你只起頭，好唔啲？是是是，嚇，嗯，這個那是聽下主要是粗皮粗皮型嘅嚇，哦，粗皮型啊，一個健康穩。温水这个主要是储备用的哈，转转站的制作这个南竹呢啊，就这个我温呢，那个算过来做，过来做之后得靠伊全色啊，是哒。过来做就过到伊有可能会做基本会色啦，但是到过来做这个工作主要那是爱靠着点样预备后半个变色的。过来最后。买个变硬，料大，料大了，落点点豉油，点食哈。嗯。因为加豉油，往往相对要温州，主要加老挑的喎，是不是？也食就煮硬签哇。也冇必要讲硬签啦，就直播，那家庭硬，家庭硬啊，现在去去食可能有米粿啊，菜挑了就可以啦。啊。要温的，大家有六成要温的时候，要倒呢，落去炸。
在外铺诶，外铺诶塑料诶布哈，也靠着迄度一个肥皂。但在做为种啊，大家庭操作的时候，也在及时看过哈，因为有多铺诶，所以有咧多铺诶，见到伊出诶水，伊对本来有水分。然后喝掉肥皂，丢一下水。哇哈！现在老些量还有。这个长落去这个，这个要吃，咱那个这个要，那这个能要要长出来嘛哈。白葱是主要按这个个葱，然后白葱会吃，然后用着白葱搞葱头呢，拿来焗着那个入味。哦。这个葱这个要吃的哈，会吃了才有香味。嗯。这用过是提油那那，如果是弄多年年做做出来摆有机会我们那个，也来做了才见上好食，非常舒服哈。做嘛就唔清楚那机会同时，但如果是这样做呢，是非常好的交流。是，一到这会吃了之后，那就撩起来，只要个大半个水位多。那是好嘅，就用只锅卖多嘅嘢。啊，滚水头好了，然后，然后改半个。帮我拿拿个辅助落个，拿高都好。啊，因为那同同凉嘛，同凉嘛。然后到所谓这个呢，需要辅助先给炒了茶香的，因为这个有点呢，点呢油嘛，哈。需要辅助先烧了给它茶茶叶糊。烧。嗯。只要捏到了。只要捏，沙掌捏。然后加水，这里门会苦苦的，伊就炒了一味会辣哈。加水的时候再注意呢，中间呢来开始要注意苦。有热风蒸吧，总之有热风蒸的时间，烤出来有一味咯，又水量冇较在哈。这个是米酒，哈，加叫糯糯有糯糖丝米酒落了哈。糯糖丝就好。然后白汤，然后再将一囊鱼炒，材料辣椒，辣椒不会苦个结果。东西会不会苦热风蒸啊？即係之後落苦嘅時候咧，咱就嚟備，至少按茶香落嘅料哈。蒜頭呢最平，最好搞的，你要搞薄啊。然後就係菜椒，菜椒最好等掉，咱即係菜椒最好是我是加色嘅㗎嚇。即係三色椒呢，咱最好炒掉哈。手頭幾樣物呢是你特色嘅。你就能是叫做金针啊，辅助，既然是用个调料了，更强引到调味的，你哼，叫做红辅助，因为问的是红辅助，我记得做什么名个，看一下，功夫，功夫，功夫，啊，尹老师，再听一下哈，伊当红辅助个功夫，同第二本哈，你看见没个？晓得晓，唔晓得当唔晓？唔晓，唔晓，各白记。啊，我知喎。男主。男主，功夫男主。功夫。卖大半夜，大半夜地位麻将饼了，已经无人打去了。我知喎，医生要提示了哈。根据伊个色心甲伊个形状，甲黑就是一个名，就是一个饼名。米色。红。红就米米香啊。红棒。红棒。啊，听了有米个。见过，来了红帮，功夫男主这个黄咩名我知道。黄咩？我黄咩？你报了？杨仔。咩个？叫咩啊？红豆腐。红豆腐。好了，林老师，根据这答案，这名你就那第个，你肯定那意思有滴个。功夫男主红帮。男主。男主滴，开始。功夫啲喎，功夫是指白，功夫指白嘅，啊，即系红色嘅功夫，其实呢，呢度我提示系得罪嘅，红帮也是另外一名，所以红帮又一啲，好啦，红帮甲林主，原来答案是正确嘅，来，每单位拿上钱，红妹妹正要食添，接下三位啦，来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那继续同我们老师一道菜，准备。料差不多四个字，纳面纳料，入味也入料，就是这苦味在汤基本烧的，但是那个味本这个拢能接了哈。然后
分杂人员那列查，因为这是不养水，可以拍拍点呢，只要是乡镇红哈。哦，这当日查啊，为这做下道菜是咪有系乡镇红呢？伊就做出来够要手脆，但是炸够个点料辣啲，个啲款呢，哎，会会卡，会硬嘅噻。这个时候好的时候哈，就这个食煎两条放落锅里，就食煎好大。你要炖啊，个蒜头片蒜落只，落点呢油，哦，这个要吃了之后，就这个脆鸡倒落来。也是，所以伊叫脆鸡的话，是来炒再烹点呢。只要咱鸡好，呢也倒落来。哦。啊，然后这个时候投入椒盐糊。尤其是面名，或者是在柳州的啥子哈？是。不就导致比票个遐考验的全个面。舌尖糊吗？那边有拿了吗？椒盐糊，椒盐糊，舌尖应该是还是有点面味素正气根吧。好，今天感谢尹老师，今天多来个几道菜。应该那就是。叫烈酒菜嘅元素，由我咧嘅初调味嘅进入啊，用黑酒嚟嘅创新菜咯，是吧？啊，也同一时呢，佢那口味学当强提升，不但新鲜些咪，不新鲜些咪。如果按这种做法，那那是烈酒，那好接受，好接受。啊，如果你鲜，我就鲜了，咁样加个料。但是那作为食成菜啲话啊，嗬？食食菜啲喎，多半係中式食菜啦，又要香嘅，又要濃嘅啲生意。因為啲其他嘅，白隻蟹啦，咩青菜好嘅，真係中式應該會食菜嚟講，呢個只解嘅啊，暗色啊，當起用嘢嘅嘢，是吧？所以真係應該攞到佢點出嘅真係，嚇，好，攞雞蛋請嚟雞蛋嚟切下邊，內啊米熟又煮好啦，有請。好鲜好食，就非常好食吗？有食出有人煮的味，有酥，有滴滴香，就是味道香港的香，口感非常好。我食的也口味哈，有酥了个，会香，配酒也好，随便泼么也说出。放眼望去，大家呢面不改色，证明大家这个。就欠我小兵接手了。好了，再次感谢阿尹老师今日介绍。为了感谢咱个观众了兄弟，啊，跟咱做无分享者评审机卡啊，来宾是嘉宾都是啊，即新奇出路个菜肴啊，这个呢，我就很超前，哎，送给大家个。就是要广东兴泰兴公司提供个，好一点个生活饮料就好。每人食好，也是咧喜欢来到兄弟做菜，喜欢来到兄弟来做个观众的话，屏幕前方有个报名联系电话，一定发到，希望那多几个能够有这些，能够我哋啦。好啦，咱先一道诶，祝我们个播点话，天天好生活者，接一天，节目再会，拜拜。拜拜。再次发觉我们也更爱，谈情时比起星星更存在。你少女似的那一种可爱，叫中了就未了，太精彩。我却发觉我们也更爱，我知你很多很多工作放满台，也借故见到我一面，不约自来，要吻傻我先离开。熟了半天，是时候天真于你脚边。工作半天，是时候。您正在收看的是。